啊，大家吃太多的零食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小小的一些动作，我们就要请吴雪老师来表现咯。健康动派对的时间了，各位，我们一起来动起来吧！不要把屁股粘在沙发上，你不要当个沙发玛丽苏。Let's go！ 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身体这个好，全身都放轻松了。好，我们稍微暖动一下身体。在过年的时候呢，吃很多零食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消耗我们的热量，然后看着我们讨厌的老公。跟那些不做家事的亲戚们，然后我们首先叉腰，好生气，准备哦，来，我们要往前踢步喽，来，我们要起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这个太难了，六、七、八、二、要一起吗？三、四，老公，我在站哪？三、二、三、四，老公在那沙发上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往他屁股踹一脚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叉腰，对不对？加一点转体哦，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胸前，然后先往右边转，嗯，往右边转的时候呢，我们同时踢我们的右脚，五六七八，快一步转体回来，再往前一步，快一步再踢左脚，转左边回来，所以连续动作是要踢踢改哪只脚就转哪边啊，五。六七，你完全不在拍点上啊！二三四五六七，保住很好，三二动起来，三四五六七八，战胜体脂肪，嘿，五二三四，你看我，加速加速，你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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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Yes。